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MC 摊位，我是 KMC 的 Abby。今天呢，要跟您介绍就是2024年 KMC 为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。在2024年呢 ，KMC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叫 Drivetrain Expert。那在这里的话 ，KMC 这里呢，不再只是推出链条系列的产品，而是在今年开始呢，链条再加上飞轮跟前齿盘的部分，我们有一个三套件的套组推出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会带您在我们的摊位去看最新的所有相关产品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产品吧。在2024年呢 ，KMC 带了新的全新链条系列，是 Glide 系列。在这一款产品上面呢，我们主要是搭配 Shimano 的 Qs 系统，9-11速的飞轮。所以在这一整个的使用度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见，就是 KMC 尽量去贴合市场目前的所有的需求。那在配套上面的配合呢，在为了链条能够去搭配 Qs 系统的飞轮呢，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工信能跟耐用度上面都有做了大幅度的提升。在最高等级的链条上面呢，我们将耐用度提升到市面的3倍以上，所以完全可以符合现在目前电动车使用的需求。那在 KMC 今年推出了新的 Drivetrain Expert 的这个概念底下呢，我们推出的不仅只有链条，而是包含像飞轮、前齿盘这样子的产品的三部件的一个套件组。那当然，以 KMC 的角度而言，我们是以链条最主要的出发点，去配合所有的相关零配件，可以达到使用度最高、那耐用性最好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在工信能上面的话，我们都是追求最好、最卓越的提供给各位。那当然，在使用上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择有新的 LG 飞轮、HG 飞轮，甚至到前大盘的部分的话，我们都有搭配各个不同的电动车系统的马达可以适用的产品。那欢迎各位可以来 KMC 的摊位去看我们更多的产品介绍，那也欢迎各位在就是台北展期间也可以来逛逛 KMC 的摊位。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之后也要继续 follow KMC 的粉丝专页，我们会不定期的在上面发布一些新讯息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